帅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你啊，平常多久剪一次头发？两个月。那平常如果要剪头发，是指定找一个发型师，还是要找别的？指定的。你好，师，我是 Ricky， 我是香港过来的。我也是香港人。是吗？对。咁啱啦，嗱，我可以喺台湾遇到香港人嘅。咁咧，我哋有一个叫做街头改造嘅系列咧，其实就系喺条街度揾一啲发掘到一啲人咧，就想帮佢改造嘅咁样。今日咧见到你一身打扮咧，咁咧我就觉得啊，你好有 potential 去变咗做一个新嘅形象嘅啫，咁样。唔关靓唔靓仔事嘅，我哋系由靓跟住变到更靓嘅啫，咁样。嚟台湾几日啦？零七日咯。有冇几时走啊？拜拜。礼拜五就打，你点称呼啊 ？Jason，Carrie， 都称号啊 ？Yes，Yes， 即系 customer service。平时有冇一个特定嘅打扮嘅？平时冇嘅，即系谂到嗰日着咩就着咩噶啦。嗯，明白。因为其实嗰成个过程里面都冇任何收费，我有发型师会帮你剪埋头发，咁就纯粹就系希望俾你见得到自己一个新嘅形象嘅啫，咁样。唔一定喺台灣嘅，咁我可以翻到香港再約你都得咁樣，咁就可以問你攞個 contact 就 OK 噶啦，咁好好嘅，耶，好。Hello， 我哋呢邊。嗨，你好啊 ，Jason 啊嘛，记得我喺台湾度好尴尬咁样用国语同你倾偈嘅时候，跟住我谂咧，哎，原来你系香港人嚟嘅，我觉得系非常之唐突，估唔到今日可以约到你上嚟。有冇谂过如果上嚟做改造嘅时候，你可以改造成点咧？我又冇谂过点。冇諗過改造成點，即係我對於經過今次之後會變成個形象會變成點樣係，其實我都係未有諗到，係未有一個諗法，所以都有啲好奇。明白。你平時嘅打扮多數係點？其實多數都係 T 恤入去。但是會偏向深色的，深色為主。我記得我嗰日在台灣看到你都是全身黑色的，是的，即多數都是那類型的 style 多啲。明白，希望可以給到一個新的 look 你。但是開始之前，我想問你平時的性格多數是怎樣的呢？我是一個挺慢的，慢熱，比較靜，靜，比較沒什麼自信。但是可能大家熟了之後，我會180度轉變，係啦。因為既然你咁中意深色嘢啦，咁我哋不如試下諗下你嘅造型可以俾到啲咩少少嘅突破。我覺得可以 on top 俾一啲新嘅嘢嚟嘅啫。好啦，我有頭緒啦。好，我哋剪頭髮。剪頭髮係電定係自己真係攣㗎？天生攣。好嘢，你攣得好靚啊！我覺得係髮質汗啫，但係你係搭草㗎喎。搭草嘅意思係好多頭髮。真係好多頭髮咯。我成日都話咧，天生攣頭髮嘅男仔咧係有魅力嘅。我覺得佢攣得嚟好靚喎，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再覺得攣頭髮係唔好啊！其實攣頭髮係好靚嘅，可以。只不過我覺得係髮質要改善一下。我覺得係要收啲尾嘅，同埋我覺得佢本身咧攣頭髮係靚仔，但係要令到佢啲攣頭髮更加多翻啲層次感，因為而家咧佢冇乜層次感嘅，好搭嘅。所以我覺得令到佢容易啲 handle 嘅方法就係剪翻輕啲，出門啦要做。剪翻薄啲啦，呢啲位好啊，嚟啦！我哋塊面係好乾嘅喎，係超級乾嘅喎。哇！你係要成塊面都要經常做補濕喎。如果唔係你一來紋多啦，第二係你塊面如果太乾咧，可能要佢加暗瘡或者紅啊，因為塊面紅嘅機會率好高。呢、這個敷5至10分鐘就補濕噶啦，同埋本身咧，因為你有少少敏感啊，所以用啲 organic 啲或者草本啲嘅 product 會好啲。我唔知道你上嚟嘅女朋友，係啊，入嚟啦，入嚟啦，我哋好 casual 噶。好，我哋繼續整個頭 ，gel 頭先。你中意 gel 上去定係放落嚟多啲咧 ？gel 上去係咪？好，但我覺得咧，你濕頭髮有呢個攣度咧，係好靚仔嘅，所以我決定今日幫你整濕把頭髮先，噴咗個打底噴霧先，因為咧你個頭本身好旱啊，啲頭髮雖然做完 treatment 啦，但係咧要用啲令身 silk， 即係有啲令身光澤嘅感覺會好啲。我覺得係要保留有少少呢啲攣嘅感覺喺度會好啲，你 O 唔 OK 啊 ？OK，OK。Okay. Okay.
好啦，你个头咧就要用呢啲好靓身嘅 wax 啦。咁点解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你个头咧本身啲头发好旱噶嘛，咪好哑色咯。咁但系呢啲靓身嘅 wax 可以令到啲头发咧变得好有光泽嘅。用手指咧，好似我咁样慢慢捽，慢慢捽咧，咁你就捽到啲层次出嚟。阿主帮你剪完个头之后咧，系短身好多，你容易打理好多。咁你其实咁样推两推，抄两抄，唔使落粟米嘅，乜都唔使落噶啦，捽你个头就已经好乱咯。OK， 好，我哋过去隔篱影咗相先。多鼻，系，嗯，即系咁样，好似系层次多啲层次，嗯，同埋我觉得可以利用到你本身啲挛啊，因为你知唔知所有嘅发型咧，我自己嘅发型好中意夹到咁样噶，同埋我觉得你做 all back 都靓嘅，但系我觉得你留少少音落嚟咧，可以有多啲感觉。你觉得今日个造型点啊？有少少靓嘅，因为好似即系有啲冇想象过，即系条尾，系啊，好似浓密咗好多咯。吓，但系咪你想要嘅眉型嚟啊？本身都系嘅。都是的，是的，嗯，整体呢整件事你觉得今天是整体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可以，即之后都可以 keep 到，即 keep 住，嗯，那好啊，你记得 keep 住佢，我觉得这个头好靓啊，其实好易吹嘅就头先你个头，系啊，因为我都是吹晒后面，其实等于你平时吹 all back 咁样咯，即系吹完 all back 之后，跟住呢度分少少界，跟住前面掹啲音落嚟，咁就得噶啦。为咗我令到你可以翻去记得要护肤嘅话咧，咁我就送呢个 mask 俾你，你翻去敷，系啦，咁佢系一个保湿 mask 嚟嘅，咁你记得敷15分钟，跟住你就可以洗走咗佢就得噶啦。希望你都中意今日呢个造型啦。Thank you， 好，我哋下集街头讲座再见，拜拜。Bye.